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商恩。今天的是林地打野。林地呢算是一个老英雄，可是呢他的这个版本可是相当的强势哦。举例来说呢，未来将会有一批新英雄将推出，其中一个射手呢跟林地有点像，那就是兰多。兰多的输出机制呢跟林地有点像哦，也就是被动呢命中目标多次会造成额外的爆发，可是呢单纯比伤害的话，林地的输出呢可是比兰多高了好多好多。最简单的就是爆发的速度哦，林地在草丛里面出来呢，只要一次普攻跟大招，直接触发我们的爆发。这边我们来不及上四等了，但注意到井的位置不太好，先进草。井看到我的时候呢，已经用过了翻滚射击，先把它招出来，二技能缓速加上本身的红追上去，这进草触发我们的双击，一个二技能预判后面成功爆炸获得首杀。这边要进草呢，结果很不小心又被敌方营州抓到，那敌方一个全家桶招待哦。这门继续的发育，这一场呢对面有跟我打招呼哦，我不小心说了一个嗨，有点像金角银角的感觉。金角呢是只要对方答应我们就会被葫芦吸进去，而且传说呢如果被认出来，只要回复的话呢也会被针对哦，有一点点麻烦。那这边我们赶紧撤退了，敌方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踪影，我们露脸的时间呢有点长，但我撤退的有点慢哦，要被敌方抓掉了。那打野的一个概念哦，尤其是领地射手打野，那就是呢射完就跑。我们露脸做一件事情呢，做完就要马上跑了，不能够待太久，这样子呢敌方的支援会赶到。领地的强项呢是跑速很快哦，有时候可以创造一个多打少的优势，这个特别是前中期的部分。当然如果我们到了中后期已经装备差不多随便秒人的时候呢，那也就没那么重要了，可以正面跟敌方刚。只不过呢林地是射手英雄啊，在我们还没有装备还没强势的时候呢，最好不要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啊。这里我们成功赶走敌方的斯科德，我看这一波呢我们可以推塔。那有一点点可惜呢，我们的小兵血量不太好哦，剩下大概那我们看能不能退。那我们的小兵也差不多快清掉了，剩下一只。这时候费雷应该要早一点点撤退哦。但是敌方的四个人呢退得不错，把我们的费雷呢往防御塔方向退，这样子费雷要交人头。结果我们已经注意到影咒，被影咒抓到呢就要拜拜。那在前中期呢，林地特别害怕影咒哦，主要是被勾到的话呢，我们是一定打不赢他的。主要是营州勾到人呢会降低我们的输出，而且我没有位移技能呢也跑不掉。上来帮一帮罗尔，敌方出了一个阿莱斯特，阿莱斯特呢也是最近很热门的法师哦。前阵子呢他还没热门的时候，我们发过好几部阿莱的影片，如果大家还想要看阿莱的影片呢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们可以考虑多做一点。毕竟呢有时候对上不同的阵容，不同的组合会有不一样的火花。顺便一提呢，这一场有一点点小插曲了，那就是呢在选角的时候，所有的队员都说我不辅助我不辅助，所以呢这一场我们的夸克有一点点是被迫辅助的，辅助呢比较少人爱玩，这点确实有点遗憾。可是呢辅助也是一个不容易玩的角色，不容易玩的路线，他对前期的影响力呢其实很大，尤其是前期的风向。刚好这一场呢我们的风箱也有点逆风，下路找到坑打呢先把它拆掉。那林地在逆风的时候呢，记得我们要做事情就是把经济撑起来，没必要跟敌方打架。OK， 有吃掉，赶紧跑。我们的夸克抓得不错，过去帮忙输出。二技能可以用点一下的方式哦，在后面输出。OK， 一兵带走佩诺，这里我有两个头了。罗尔花了出来，那这边有空档，追上去，打出紧的死神镰刀，一兵把他带走，我们再添一个头。跟银州打架呢 ？OK， 他没钩子之后我们就不怕他了，可是那钩子冷却并不会很久啊。尤其是银州都会买收文件，那前期呢就尽量跟他避开一点了，到了后期呢我们就不怕银州了。
毕竟呢，瀛洲还要勾钩子哦。我们直接一套连招，所谓的一套连招呢，就是普攻加暗下大招，这样子就可以差不多带走他。毕竟呢，瀛洲也不会出坦装哦，除非他出斧头。那这边我看，不要打这个佩娜，如果打他的话呢，就会被他的被动缓速。圣代提呢，林地的大招可是一个非常强的技能呢。首先呢，它距离非常大，再来呢，它会自动追踪，而且是一定会命中的。同时呢，还可以附带我们的装备特效。这个罗尔可能命不久矣了，冲进敌方人群中，结果被阿莱绑住。但有一个消息就是，我们知道阿莱暂时没大招。这你少打多啊，有什么问题要赶紧跑才对。OK， 被瀛洲勾到，可是没大碍，相信他也不敢冲台啊。后面有斯科德进草丛，先带走斯科德，结果还是被瀛洲勾到了。这场呢，我们前面13次都是瀛洲杀的，有点搞笑。第一次是在上路，第二次是在下路，第三次是在中路。那我们起码呢，在上路都死一次的成就了。所谓四不过三。意思呢，就是一场不要试超过三次。那这场呢，我们就不能再试了。OK， 吃龙虾竞技特别舒服，好好的发育。这边我们还是说前面的观念哦，不要露脸露太久，敌方资源可能要赶到了。这里差不多该拔腿了，果然敌方已经来了。有个哦，瀛洲呢？瀛洲他大意了点了，竟然贪草。应该是说他没有视野的话呢，贸然进草。这边收掉瀛洲之后呢，赶紧往后面，从后面绕背。那这边敌方一个都没想跑哦，有三个人，两个残血，进草丛利用我们的被动，大招冷却好普攻，最后还炸死了敌方，获得三连杀，敌方全员全部挂掉了。这时候呢，就是掠夺经济的时候。那或许我们应该退上塔也可以啊。这边幸亏我们魔纹有神圣守护救了一命，结果敌方下半部野怪没什么东西可以吃啊。这里飞雷再吃龙，本来我是打算呢，如果飞雷来清兵，我们就吃龙；他吃龙，我们就清兵，二选一。结果他两个都让给我了，是礼貌型玩家呢，看来。那顺便说一说打野吃兵线这件事情哦。如果你玩那克罗斯还是谁啊，你的射手就在魔龙路，你直接跑过去吃掉他的兵线呢，这样子好像有点夸张哦。那在星耀排位呢，也很常遇到这种事情，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。打野要吃兵呢，不是你去推塔，不然就是补线，千万不要呢，你射手在发育的时候直接跑过去抢啊，这样子很没礼貌的。反正呢，玩游戏也是要有礼貌一点哦。如果你射手是双排朋友，你先礼貌性的问一下，哎呦，这波兵线我要吃哦，我需要差多少钱买一个装备？自己注意呢，我输出的位置哦，一直靠后，基本上所有射手呢都是这样输出。敌方瀛洲狂暴状态，让我们爆发更高一点，先把瀛洲带走。没被瀛洲二技能勾到的话呢，他的钩子我们身穿很高很高哦，尤其是到了后期。首先呢，我们最明显的优点就是手比较长，接下来是爆发比较高。顺带提呢，我们知道出装的 MVP 装其实是破阵，破阵是一个很强的装备哦。最近呢，我玩西卢卡也喜欢第一件就出破阵。那西卢卡这个英雄呢，他天生就有很高的暴击率，再接下来呢，就是他有很高的物理攻击。如果搭配破阵或者龙骨的话呢，才能够发挥它高攻击高暴击的特性哦。不然呢，一般来说西卢卡最常遇到的问题是前期打人不太痛，那你试试破阵之后呢，会发觉有点不一样哦。至少呢，我玩这个账号星耀排位，玩西卢卡以来呢，出破阵第一件一直都是全队甚至全场最高输出。 OK， 招到一个斯科德，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探一探草。
后期我们还是一个射手啊，被李芳一套可就不好了。OK， 抓到一个井，直接把它蒸发了。老实呸呢，这个位置似曾相识哦。李芳挂两人身三人，三个人好像都在这。来射一波，一套下来，结果我们被李芳秒了，但他们技能也交了差不多了。这一波一换三，一换五，赚翻天。敌方 force 时间很长了，已经快14分钟，那这场也能够顺利拿下。以上是带来营地打野的三连说，在目前版本呢非常好用的三分神巧哦，至少呢它比 Mola 好用很多。那大家可能有个观念呢，就觉得领地逆风局不好打，其实并不会哦，领地逆风局也非常好打的。记得呢最重要关键就是领地是一个射手，射手需要竞技。当然呢顺风的领地更不用说，直接强行拆塔，强行杀人。那就呢感谢大家收看了，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呢，欢迎订阅打开铃铛，先谢谢你的支持。那我是尚恩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